不好意思啊，我是真的不喜欢你。陆寻，你怎么来了？你不是去酒店了吗？对啊，陆总怎么大驾光临了？该不会是故意找过来的吧？我牙不舒服，正好路过，不知道是郑子言的店。 是吗？正好遇到了，一起回去吧。等等，你不是牙不舒服吗？我给你看看。不用。郑子言医术可好了，一年开2家店。你来牙科诊所不看牙，该不会有别的说法？说出来我听听。 陆轩啊，你刚补完牙，需要休息，要不就先回去吧。我和凌晨还有事。就在这说，这是我们两个人的事。你们两个要是被拍了，容易引起不必要的误会。这店是我朋友开的，今晚我包场了，有什么想说的，请随意。小贤啊。 好久没见了，张总客气了。这是林小姐吧？是的，我和他爸是老朋友了，他爸去了国外20几年，我还抱过他呢。一转眼都要结婚了，林小姐，我们先喝一杯。好。那个张总，他不太喝酒，这杯我替他喝。这位是。 我的未婚妻不用别人提酒。张总，我替他谢谢你。陆雪，你刚补完牙，还是不要喝酒了。张总，我需不需要补牙，你还不清楚吗？行，你怎么拿的四颗芝士都跑？张总，我干了。 你开店的楼盘是 SW 控股。我们先喝一杯。嗯嗯。好啊，我就在这里等你吗？ 一个个都不能喝酒，还喝这么多，我给你们倒点水。等一下，林晨，我有话还没说吧？不行，不能说，我们要走了。凭什么？我在这儿跟我朋友说会话，这里既没有狗仔，也没有观众，你凭什么带他走啊？陆雪，你什么事？ 郑子言，陆寻是什么意思？你难道还喜欢他？
凌晨，我有话跟你说。是，我有什么理由能带你走呢？明天就是我们的订婚典礼，可是我明白，这一切都包装在一个个冠冕堂皇的借口之下。我不知道六年前你给我的纸条上写的是什么。你给我站那儿！盛子言为什么也会收到同样的东西？那不如从现在开始讨厌我吧。你说，让我开始讨厌你，可是我什么时候讨厌过你？我想知道这些问题的答案，但是我又害怕知道这些问题的答案。一旦我问出口，我害怕我会失去所有的伪装和借口。我只能一步步地重新靠近你，一步步地推迟我们之间的结果。这一切都是因为我害怕，害怕我喜欢的你并不喜欢我。不好意思啊，我是真的不喜欢你。别看了，他去洗手间了，只是没看见你刚才的表情。无聊。那封信上其实什么都没有。说真的，你这么笨，当年怎么考的第一啊？为什么告诉我？因为我已经有了答案了。那个答案不是我。况且能看到陆总你这么愚蠢的表情也挺好的。啊，你怎么又来了？这都到最后了，还是给你们出工。郑典，你干嘛去？怎么了？我有话要说。在夜里盲目的全世界风雨。陆先生。凌晨你好，我叫陆寻。是吗？你知道我呀？周六有场电影，要不我介绍你。
陆寻，给。行了，我知道了。那不如从现在开始讨厌我吧，